阿姨不要拍照哦。为什么不能拍照？这边不要拍照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就是不要上传出去，这是那个上传出去，不要上传出去，这是那个社会主管不要拍照。社会局会说为什么不能拍照吗？对啊，就是不要拍照就好了。对，不要拍照哦。为什么？我就是不要拍照。为什么？等你开花好了，看花好了。不要拍啊！不要拍，大姐，大姐，真的不要拍，太不是啊！你拍有什么那个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没关系。对，哎呀，因为我们是在做里面做园艺的啦，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草我们要除，我不想你拍照的意图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们站，我们站台，我们就完了。对啊，哦，不要站台。不要拍啊！真的不要拍啊！真的，我们真的不想给你们拍。上班就完了，阿姨真的不要拍，你赶快。